大哥，放开我！哎呀！刚好切一个书，好。要谁闪谁到，听我的话。 去死吧你！我以为你找我有不少说的。姐，我早就都有所。不过，我喜欢你。那我就放你。啊？ 在游泳池的时候，一点都不开心。为什么？带你吧。看着想吃的肉，每天在眼前晃，但又摸不到，真是，真的是很难过。白痴！你怎么会在？ 亲我，滚啦！我怎么去？你就这个蠢蛋！这么就保人事？你用啦！要被来招报，你选一个。我就报，有个笨蛋。哎，哇！张思，希望告诉他。告诉他，我喜欢你。哎，小一，好久不见。 哎，好，我是周思颖。